总会找你，爱你不爱你，怀念与忘记，同样。
what you say really hurt me some way.我把它读高音了，高音是这样子的吗？不好意思，因为我开头我跟佩佩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定要讲华语，那我说那要你讲广东话好了。那突然想起啊，应该是男孩子总是要迁就一下女孩子，对啊，而且你是有职业的精神，是要讲华语，而且你的华语说得很好啊，对不对，在场的朋友，对不对？在这里，谢谢。对，我想在这里呢，先欢迎所有的朋友呢，出席由 Salem Cool Plan 的赞助，心灵音乐唱片公司主办的《黎明这样爱你》万人歌友会。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告诉你，除了现场有这么万人观赏你的歌友会之外呢，亲爱的朋友，在收音机旁的朋友都可以听到歌友会。谢谢，谢谢你。我这里刚才有问题想问我的。说第一次在这个万人的感觉里面有什么感觉？这问题应该是我问你啊。对对对。对啊，
请问你在这么多人、万人的面前，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第一次很开心，你呢？我也是啊。是第一次吗？我当然不是第一次，不过万人是第一次，跟黎明也是第一次。是吗？那你们呢？真是啊。第几次？第几次？第一次啊，因为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呢都是第一次呢可以看到黎明的这个万人歌友会、因为你是第一个歌手呢在马来西亚开万人歌友会的哦。到底谢谢谢谢你说你很开心对不对？除了开心你还有什么？还有流汗。对，我知道。我觉得你的这个汗很配合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天气。是吗？为什么？马来西亚呢就是非常的炎热的，而且雨水也很充足啊，所以我觉得你身上的衣服呢就像太阳，你身上的这个汗呢就像雨水。谢谢。对。在场的朋友，让黎明感受一下马来西亚人的热情好不好？好热。真的好热。对，我想黎明真的很感动，他去后头痛哭了。我想在场的朋友，你们再一次的掌声，最热烈的掌声，我们一起